点东西，先给我买点东西，再走，是不是？他妈不是那种没不喜欢的。不过你这搞的，敌方猫已到达现场。是啊。你他妈好嚣张啊！你他妈直接在我脸上是吧？这局你们，不是你俩能不能给我买点东西吃？对，放个弓。没钱。玩好了，这局你们没经验。开局的启动资金没了。弓没打到，那你来买一个，就给我点满了。经验符吧。没了。大家打开语音。嗯，行。你往外走，你能出来吗？他是鞭子。还在小皮鞭。人家流畅白板，人家能带弹弓了。所以说是带的小皮鞭吗？刘雨生，我操！啊？你吗？我带的鞭子，放屁！你放屁！我带的鞭子。谎报敌情，你他妈就那么确定我带的鞭子？给我个买，给我买个食物吃，落叶给我买个饭吃，我要吃饭。你吗？这把游戏玩不错，好吧，你完了。落叶，给我买个饭吃。我他妈，我好久没。落叶给我买个饭吃，落叶给我买了个鞭炮。好久没打过这么快乐的局了，我操！他妈之前不是被刚一恶心的要死，就他妈网络跟个傻逼似的，我操！然后当回你直接，延迟到跳到60几毫秒。这优势这么好，你不绑那赶紧绑休息厅。闲的没事啊。怎么闲没事？就是大红。啊。我的金币还没了。他这个启动资金直接200块，直接非常有钱，好吧，200块，有钱人。好，这个队友被抓住，队友被绑上火器。别这么干，不要害怕我。你站着不动干什么？队友被救星来了，时间了，太快了，柔蓝，这怎么有个破风扇啊？队友被推入来了，有那个风扇都下来了，难搞，难搞就别搞了，就挺难受的。难搞就别搞了，撤退，保存实力。你他妈中二吧？猫大哥，我错了。你找中二去。开空投去了，他开空投去了。没看到你。我他妈，我本身就是去空投的。给我报个点。不带安全，不带安全。队友又来了。帮我把那把奶酪丢出来，开了个黄昏示意出来。这里还他妈下不去，我就不要来搞。猫大哥，谁砍？我错了。两瓶随机，我操！队友被抓住，队友被赶上火箭。哎呦，他妈直接被电残了，可还行。你要救我？你现在想救也晚了。不是这些粉红盒子怎么没给我出一个奶酪？啊？队友被放飞，哭了。爱情大道，队友已推入奶酪。队友被抓住，飞舞朵朵。我亲爱的爹。
访他过来了。我操！我真的输了，我给你秒了。你过来了。放下！打你！你怎么带的锤子啊？你怎么带的锤子？哎，被动接一层，我主了，我就让你觉得我就让你觉得我带了两个。我就让你有脚上我不带，我就要玩锤子。有鸟哨我不带，哎，我带锤子。我这钩子一样的跳点。队友被抓住。不落叶吗？因为加入窄。真大。冲上了。冲死了。来落叶来送了，好吧。来落叶上火箭吧。队友被绑上火箭。落叶要飞了，飞吧。哎我操！队友被救下。等会。想锤锤，是你快快还是我锤快呢？我不知道。不是家里面谁懂啊？这个地方两个奶酪都在这里。这他妈被你拍到，你咋在这？追猫快追！地猫没吹到。我操！你哥强啊！你开外挂。开个蛋的外挂，打你还需要开什么？吹你两次，打你还需要开？队友被绑上火箭。优姐，我这都能吹你两次，太飞舞了。来去救他。队友被救下。你再学一下。队友被抓住。不行，你不能活，好吗？你不能活，好吗？你给他绑别的火箭上，羞辱他。再给他买个那个萝卜。因为我不知道队友被绑上火箭。你他妈的亏奶酪的时候，这个时间他妈不给你吃完了。没事，我摘朵花。没事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你俩。撒娇，你加油，撒个娇。跑了跑了。我和你玩了。我不叫，我妈不叫我跟傻子玩，快跑啊！快跑，有傻子来了。傻子，没事，我6000块行买一个不成问题。哎我操，你谁呀？你这么嚣张？不是你，朵朵你有啥实力呀？跑过来剩个屎。受不了，这宇宙下吧下吧，可以了。我操！你我操！你这么多夹子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！我操！没事，来看你秀好吗？哎我操，这亚皇！队友被救下，国服亚皇，你看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亲爱的落叶。哦，你好，我亲爱的落叶。落叶，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队友被抓住。我在给你换个火箭，不用客气。所以这就是你在火箭，你在上面弄火箭的原因吗？不是，咱们是把老鼠都没弄到过一次强控期，先弄到强控期吧，反正。亚他们谁懂啊？老鼠都没到一次强控期。好，接了个好东西。但是你没躲过我两次。三八大哥一发都不如，是什么鬼啊？这个人这么凶，三八大哥中了个小的。脑飞火箭啊！我只要去帮你放。你好，怎么跟个傻逼似的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再见。你吗？哎，怎么没个饮料呢？我操！我怎么等啊？给你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直接撞碎了。小心啊，要了。你人也够勇猛。我要！队友被抓住。然后你待会没带七星，哐叽一下，护盾磨了。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有。
医院先给把乐，先给落叶飞了。我在想办法。哎，玩了一天老老，哎，玩了一天房间，就进了一次小缝隙。